牵着哥哥，那宝哥牵着安哥、安迪。现在我们要去内湖的运动公园哦，跟小熊哥哥一样啊，阳明水瓶座。你有来过这里吗？来过很多次啊。这边有什么好玩？你可以介绍一下。一年前。那你可以介绍一下这边有什么好玩的吗？等一下看就知道。等一下看就知道啊！好好好，等一下就是我们来看一下，等一下有什么好玩的。全部的哥哥跟着这个骨笛一起在爬。换一边找到了，找到我了！哇，你看你哥哥爬上去了。Hello， 我们行了。现在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你的哥哥拿出来用呢。啊，这样也可以，好上去啊。因为他这样手没力，手指。那颗不容易。应该再上去一下，没有碰到哎。你应该再示范一次。没录到，没录到。其实这里就只要看。